法院十四号即将休会，程序委员会周二排定本会期最后一次院会议程，将有关加重处罚黑心厂商的食品卫生管理法修正草案列为讨论事项第一案，最快可望十号三读通过。周二出现中毒症状的台湾超级马拉松跑者林奕杰，经送医后身体状况已经好转，但由于领队态度谨慎，决定让林奕杰等三名跑者多休息，延后开跑。葛兰素史克药厂的安灭菌糖浆用粉剂遭民众送验发现含塑化剂，卫生署周二表示已经主动抽验，不过因为含量非常微量，理论上是安全的，但如果医师民众仍有疑虑，建议暂时不要使用。女子高球世界排名周二更新，台湾选手曾雅妮平均积分小幅上升到11.78，连续17个星期当世界球后。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